很紧张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美美。我们在种菜的时候，不晓得各位是去买菜苗还是买种子自己回来播种啦。像我的习惯，我是上网去买一些种子回来哈，利用这个宝特瓶，大概是2000cc 左右的宝特瓶，我会在上面挖洞哈，然后上面就撒上种子，那就是像各位看到的这个样子哈。但是我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哈，碰到下大雨的时候，这些菜苗就被打得东倒西歪哈，就长得非常的不好哈。于是我就想说，是不是来帮他做一个小温室哈？刚好我们有卖这个立体三通，我就利用这个立体三通做了一个脚架哈。再来就是说，刚好我有这个大的宝特瓶哈，我们可以把它的瓶口切掉，然后把它破开。我事先有做好一个宝特瓶哈，长这个样子的，就是给各位看一下哈。我们把这个宝特瓶就盖上去，哇，这样子小温室就做好了，那我的菜苗也不用担心被雨淋了。那这个就是我为大家介绍的影片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各位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订阅并将它分享出去，可以的话也请帮我按一个赞。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